那至少会有电视直播，而且我们在户外的应该问题不大，不然就是大家都戴口罩来这样啊。但是法会剩下两个人，但是很多很多公家单位这段时间的什么团拜通通取消啊，就怕有这个传染的问题。那如果是本土的互相传染，那这就会比较严重了啊。那如果是外来的，那只是一个案例，能够把它保护好。但是如果在本土互相传来传去，那也没办法，因为这个有业力，有业力你也跑不掉吧。一个冷气吹一千个人没事，就你在打哈欠，你不能怪打哈欠，你不能怪冷气，怪你的鼻子啊。所以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业力也没什么问题。好，自由举手，有问题的话。这种天气也不错哦，凉凉的，不好意思打瞌睡，天气热才会打瞌睡。讲到生命电视台乃至这些协会，今天在桃园，我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佛教的事不是谁的事，是每一个愿意发菩提心的人都要按照《法华经》，都是你独自在承担整个众生的责任。那为的是我们要去激发一些思想跟行为实践，怎么样能够让更多人得到佛法的利益，怎么样去做。但这个做的过程，我们不为哪一个法门或哪一个道场，而是为了，应该这么说吧，台湾就是一个道场，整个地球法界就是一个道场，我们要以这个整体的思维模式去做。但是也千万不要永远做一个被动者，反正我就在那边等着别人说我就做，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那对你自己的所谓的资粮、慈悲、智慧就进步的不快啊。所以甚至很多业力情绪一来，你可能没办法进步。但是你不去推动，你就没办法了解大乘佛教的精髓在哪里啊。大乘佛教的精髓是在利他的行为，参与众生的行为，面对生老病死，从这里面去体悟的。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么多会，无论它是什么名字吧，反正印经也好，施食也好，救鬼也好，放生护生也好，生命电视台、慈悲基金会、淮海教育局，很多很多，目的还是希望能够福慧双修，以慈悲心、菩提心，然后来实践佛法啊，那希望大家多一点参与。我们在桃园有目前有两个中心，也不大，但是桃园应该是可以做更大的道场跟中心啊。但是这是因缘的问题，但是我这一次提出来是希望大家参与，因为我认为出家在家都是菩萨，没有分的啊。不能说我也不会一直认为说一定是出家去指导在家人，那除非出家法师的素质要够啊。但是在整体上我们还是尊重出家人的形象啊，但是在佛法的内容上要重视的各位心灵跟行为愿力的实修，这比较重要啊。也不可能说我今天毫无社会经验，虽然我出家了，那你叫我去跟一些总经理、经理去讲话，我根本没有管过这个，我也没有这个实修，也没有这个关心，那也要去做这个，恐怕有困难啊。但是我认为，每个人互相学习、互相弥补，那是因为社会是大家的，那每个人都应该借自己的方便、因缘来实践菩萨道。当然，菩萨道也不是光参加法会。而是把你把法会经典所学到的落实在社会的推广。我想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餐厅也好，商店也好，他们都积极的在努力，但是做老板的是成长最大的。所以我的爸爸告诉我，还没有出社会以前赶快去大公司上班多磨练，但是你一正式出社会了，你要赚钱了，你要开始经营公司，自己做，小小都要做，但是你要承担所有一切，
这样对你的生命成长比较有帮助。所以同样的，我也希望各位也能够承担起弘法利生的工作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当然一加一等于三，更多人的参与，更多的意见，但整体至少为桃园的整体佛教，包括中立啊，包括这个桃园龙潭监狱啊，桃园少监，还有很多军人监狱、社会团体，包括有形无形蒙阿波屠宰场，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慈悲道场。然后桃园有这么多庙，这些庙很喜欢点香修金座，然后我刚刚来看到外面那个宫在排队波纹波纹，大家排队去波纹补运补运，就是你拿多少钱他帮你补运，你这一辈子你今年就会发财，这个也是一个传统的方法。那当然佛教比较，我们学佛比较有福报，我们知道补运来自于我们的布施啊，对不对，发心啊啊。但是你补运如果你没有忏悔业障，那你再多的钱也会漏掉啊。对，佛教把这个基本原理给我们讲得很好。就像很多人问我说，书干嘛安太水，我都不敢讲安不安，讲也对不讲也对。我认为你看吧，你随缘吧，但是佛教的方法是如何啊，忏悔业障，一个好的动机的行为，再来有没有孝顺父母啊，有没有疼惜家里啊，有没有少造口业啊，这些方方面面都你要了解，甚至你最好有善知识，善知识不见得要出家，不见得是在家，对方能够指出你的缺点，那不是最好的善知识吗？啊，然后大家彼此鼓励，但是指出对方的缺点是一个悲心，而不是一种侮辱啊，而不是看不起对方。如果一个所谓比你懂的人，当他讲出你的缺点的时候，但是他的动机没这么圆满啊，而且没有一种悲心的关怀，那你就参考参考就好啊。但是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子的因缘，那是一个好事吧。所以我认为希望大家把佛法的法会乃至经典所得到的成为一个周遭环境的行为实践。今天你觉得白话地藏经很好，那你可以多收集，然后自己也可以注印，每个月你要送出100本，也不是随便乱送，你可以去参加助念，然后亲戚朋友聚会，顺便把这一本白话地藏经的优点讲一次，让他爱不释手的拿回家，对不对？你要这样去做，然后你也去关心老人，透过关心老人，关心贫穷的机会，那这些弱势的，除了给他一些物资金钱或是东西来接近他，布施爱语，然后进一步把佛法给对方啊。所以我在这边说，我也希望给他学佛法的传播，还是要靠着这个口，佛陀的口业。那你要去观修，你要怎么讲，什么表情，什么时间，什么因缘，你不能说反正我这个人也不会讲，我也不适合做这个事情啊。你就把你自己设定好了，那就没救了啊。佛法是身口意圆满的展现，你一点都不能缺失，万行无愧。那你要怎么去做？所以我在这边，我们桃园地区，我们湛乐法师、湛彻法师，将来可能还有其他法师来帮忙，乃至各位的帮忙。然后各位可能是有社会经验，怎么去推广公司管理经验啊？乃至各位在家菩萨有些把经典研究的非常的透彻，来带读书会，乃至各位的唱诵。你很喜欢唱诵88佛，唱得也很好听，你本来就是学钢琴的，你敲起法器来对你来讲太容易了，那希望大家主动参与啊，主动参与。所以而且我认为选选引人，能力比我们好的我们跟他学啊，动机比我们圆满的我们尊敬他，那我想大家才有进步的空间啊。那当然每一件事情，比如说每一场法会，我们传统的做法，他们就我们这几个义工忙啊忙啊忙，来来去去。下回我们可能找出几组人，大家做没关系，会的教不会的，不会的参与，他会好像旗子插的不一样吧，他会跟好像插花的味道不一样吧，
啊，就像今天找那个餐厅主厨师，明天找那个吃的味道不一样嘛，啊，然后会展现出多元化。所以这边是个学校，希望桃园地区学校特别多，中学、小学，如何让这些年轻人、小朋友就有机会能够很快乐的接触到佛法的价值，哪怕是讲故事。所以可以号召很多老师，特别是这一次的肺炎，我认为每次一些社会事件都会让别人有一点担心，这个时候佛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法万法在不确定的时候啊，会什么时候会得病，因为面对到一些你没办法掌控的生老病死的问题的时候，他能够依靠的就是佛法，就近的方法。那利用这个机会去接近他们，所以我们生命电视台也会朝这方面多元化的发展，透过各种情况，包括我认为桃园人多，各位可以发传单啊，传单，这个传单里面写了一些人关心的问题，从关心的问题去找出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宣布，希望有人跳出来，你能够参与这个事情，或成为一个委员，成为一个组织者，然后呢，大家号召人，大家一起来讨论关于佛教活动的推广，在各层次、各层次的推广，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助念、生命关怀、临终关怀、家庭关怀。那家庭关怀我们现在可能没办法做到，你到一般人的家庭去，但是现在家庭关怀可以做到有些比较弱势的家庭团体，就像我们很多菩萨去老人院，那个时候去给他们唱唱歌、送送礼物，非常好。但是那个只是一个方便，重点是有没有把佛法的精髓告诉这些工作人员、管理人员，那这里面要讲什么话，而不是说我会讲话我就拿麦克风，因为你要有一个目的嘛，啊，有一个佛法就近的目的带给了对方，那至少告诉对方生病要怎么办，哪天往生要怎么办，面对心情不好要怎么办，乃至得到快乐的方法是什么，至少我们要把这些重点集结一下。所以我只能说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因为不是桃园的问题，而是这个是整个众生的问题，然后成为我们的修行的功课。当然我们有经典做根据，有这么多善知识告诉我们很多方法，但是当你面对你的众生，而且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你家隔壁可能也是忧郁症的人，可能也是老人，可能是有钱人，可能是穷人，这是针对人而言，但是这个因缘你就要把它拿来转为佛法，不放弃任何一个因缘来思维佛法、实践佛法，那你要必须要给自己不断的这样去进步。好，有问题吗？有人要问问题吗？今天都没带起。师父阿弥陀佛、哦、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信众提到说，如果想要帮往生动物皈依的话，那是不是一定自己本身是要受五戒？阿弥陀佛，佛陀没有这么说，也不能说我们帮他皈依，但是我们就是说让他有种下皈依的因，这样而已。他这只动物也好，这个人也好，他有他的因缘，但是我们是怀着一个悲心，特别是佛陀说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包括往生的动物，我们都要给他愿他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这样啊，然后给他念佛啊。所以这些当然有守五戒，那好像力量就大一点啊。你有受十善业、八关斋戒，又多了一份力量。那所以为了要菩萨戒就是这样，我为了要帮助对方有更大的力量，这个叫自我功德力。守五戒的人跟没守五戒的自我功德力不一样，吃素的跟没吃素的自我功德力不一样，因为你在喂动物的时候。所以当然作为一个菩萨就希望自己有100%的力量，所以他自己要持圆满的戒律啊，跟动机。那所以但是没有说你没有皈依，你没有受五戒就不行啊。就算你没有皈依，你跟对方念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希望他皈依阿弥陀佛啊，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受五戒，当然重点是一个悲心吧啊，这个希望对方离苦的悲心。再来，你处理这只
可怜往生的动物，你的动作